的蛋挞迷们放心，蛋挞大家喜爱的蛋挞还在，要带给大家的是更多的惊喜。蛋挞迷们放心，蛋挞大家喜爱的蛋挞还在，要带给大家的是更多的惊喜。推出了一个从用料到口感完全不同于蛋挞的全新产品线，也就是 K Dessert 顶级甜选。那我们的首发产品就是莓果奶酥塔。你看，我跟林珊不一样袋子，可是每一样都一样。而且一般台北的水煎包都要加一点酱，对，要加点酱，然后加点酱油膏之类的，这个不用。哎，资源味就很好吃，对，真的很有味道。它是那种恰恰的那种，对，感觉是哦，哎呦呀，很舒服呢，赞啊赞，很舒服呢，这个看到看起来很舒服，而且它一丢出来，那个味道就对啊，扑鼻而来，这个冲到你鼻子里面，这个太美的画面，真的太美，要拍啊，你看啊。它是两面，它两面都炸了。它两面都有，我们期待这个口感。来，谢谢，超烫的。不是我觉得这个水煎包要吃之前，建议大家像我们这种第一次来的，先摸一摸。哦。我觉得你去感受一下，真的为什么不大一样的感觉？先摸一摸，对不对？不大一样哦，因为它有点像馅饼哦，对，两面煎的那种感觉，有点像馅饼，好烫哦，好可爱，隔着塑胶袋都摸到那种像炸过一样的那种饼皮的感觉，对，我觉得再吃之前摸一摸，对，先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感觉，它是摸就知道是脆的，是酥脆的，哦，它里面的胡椒粉是那种中药，走中药房的胡椒粉系列的，嗯，好好吃，好有料，哎，它外皮也太。脆了吧，太脆太软了。对，我刚刚其实在旁边问啊，他这家已经是第二代了，卖了50年了。然后重点是，你看我只问了一句话说，如果你们这种常来买的水煎包啊，在一家水煎包吃的时候会在外面买吗？我问了3-4个，他们都说不会，他们想到水煎包就是想到这一家，哪怕他们已经离开这个地方去台北，他说他也不随便买水煎包，还是会把想吃水煎包的欲望留在这边。已经认定这一家的意思。定啊，这家很猛啊。它是越吃越发脆，因为我发现它里面的胡椒会让你越吃越上瘾。就走的是一个比较大人气的水煎包，里面调味的话是蛮重的，好好吃哦、喔。稍微比较重一点，但是就可以吃到高丽菜的酥清脆感，所以它外面有一层是饼的脆，然后里面有高丽菜的脆，其实两种脆嚼起来很爽。双脆啊，双脆。这家如果是在我家附近，我是每天都要吃3颗。很好吃，你看功夫真的很好，你看刘芳这个两面煎的这种感觉，你看我们每一颗，你看我跟林珊不一样袋子，可是每一样都一样。而且一般台北的水煎包都要加一点酱，对，要加点酱，然后加点酱油膏之类的，这个不用。哎，资源味就很好吃，对，真的很有味道。我觉得这一次你没有让我们失望啊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树下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以后我先给到我们，不会让你失望了，几分？